人家都已经在等了，又是你约的饭，你自己迟到不太好吧？女人化妆的时候不能催，这是基本的社交礼仪。你不是已经化了一个小时了吗？我就算化10个小时，你也得乖乖的等着。怎么，都到了吗？嗯。严福瑞说，有个叫沈云登的没一起来。啊。是玄剑洞的人吧？一向没什么本事，想来也帮不上我什么忙的。破船也有三更钉，人家玄剑洞既然能在七洞中站一起，那一定是有人家独到之处的。像你这么轻敌大意的，说不定啊，日后一定在玄剑洞的阴沟里翻了船。你就这么盼着我翻船啊？你不是想要报仇雪恨卧薪尝胆吗？我就是偶尔扮演一个苦胆的角色，时刻提醒你。 戒骄戒躁，粉扎稳打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。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这个照头好，像我。写实。太过分了吧！说好吃午餐，这都几个点了，这不就是在羞辱我们吗？ 小玄师，火气挺大呀！大家别客气啊，饭菜不合胃口吗？快尝尝。 司藤小姐，你这次来是向我们众玄师讨债的吗？无怨无仇的，此话怎讲？可是咱们上一辈子，老玄师不都说了吗？上一辈子的事儿，这么多年了，该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我这个人啊，最是大肚明理，不会攀扯什么父债子还、祸及子孙的。 那你还下我们下藤沙？不下藤沙，你们怎么能来吃这顿饭呢？不下藤沙的话，我让你们做事，你们又怎么会乖乖的去做呢？马玄师是3岁吗？这点常识也不懂啊！司藤小姐，那你需要我们帮你做什么事呢？想问问大家，这么些年。 可曾听过、抓过，或者见过别的异族？不是些不入流的小玩意儿，我问的是像我这样的。没事，各位玄师慢慢想。不过。 时日不多，可否在3日之内帮我解决此事？太过分了吧！找不到你想怎么样？让我们这些老老少少全都毒发身亡吗？司藤，你如果同时跟我们正面选择结仇，恐怕你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哎，兄弟，兄弟，走走走走走。我要是还有日子的话，当然不敢跟各位玄门结仇了。不过。 我的这个要求，你们要是达不到的话，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索性，大家一块儿死，人多热闹，到了下头啊，还能凑几桌麻将呢。各位玄师，3天。 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另一个人？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在这世上，寂寞呗。